昨夜我去了圣王宫，杀了人。杀了很多人，其中有一些你还认识。我将萧逸千刀万剐，换来血鸭，让他啃得干干净净，连骨头都不剩。明星被我掐断了脖子，一把火烧成了灰。说起来，还得感谢你去给萧逸通风报信，将他引来城门。我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可以将他也一并杀了，拿去给血鸭。太监，以为我会宽恕他们，放过他们。